15号下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2600多名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汇聚在这里，怀着激动的心情，期盼着领导同志到来。下午3:00，国家主席胡锦涛、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18大的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到代表面前，同前排同志亲切握手，向大家致以良好的祝愿。代表们纷纷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表达真诚的问候。17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周永康，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一同会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在热烈的掌声中，胡锦涛、习近平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18大开得很好，很成功。这是一次高举旗帜的会议，继往开来的会议，团结奋进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18大精神，是我们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衷心的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攻坚克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胜利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胜利属于我们伟大的党，胜利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同志们，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胡锦涛同志和吴邦国同志、温家宝同志、贾庆林同志、李长春同志、贺国强同志、周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刚才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催人奋进，寄托了对我们的真诚鼓励和巨大鞭策。我们要牢记嘱托，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十八大精神，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不负重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参加会见的还有马凯、王刚、王兆国、王沪宁、回良玉、刘延东、刘奇宝、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建国、李元朝、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徐才厚、郭伯雄、郭金龙、韩正、朱镕基、李瑞环、宋平、魏建行、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杜清林、赵红柱、杨晶、陆永祥、乌云奇木格、华建敏、陈志立、司马懿、铁力瓦尔蒂、梁光烈、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辉、白立晨、陈奎元、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李兆桌、钱云禄、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普方和池浩田、张万年、江春云、王乐泉、刘琦、曹刚川、曾培炎、王汉斌、何勇、令计划、倪志福、王炳乾、邹家华、布赫、彭佩云、曹志、李铁应、司马懿、艾买提、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肖阳、韩柱斌、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宋健、钱正英、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王忠宇、李桂显、张思清、郝建秀、徐匡迪、原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奈、廖希龙、敬志远和新任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扬、赵克石、张幼霞、吴胜利、马小天、魏凤和。